你会想要趋吉避凶吗？会呀、啊、会呀、啊、那当然大家都希望吧。为了趋吉避凶，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去庙宇拜拜啊，再来就是念佛啊。我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多做好事啊，日行一善，尽量会尽可能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安全，或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安全的方法去做事情，多做善事嘛。对啊，对，说好话啊、就是做良心的事情，合法的就好了，不要害人就好了。人人都会想要趋吉避凶，许多人拜拜念佛做好事，目的无非都是希望吉祥与幸运降临，远离灾厄凶险。但是因缘果报历历不爽，有时候该来的就是避不过，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趋吉避凶只是算命先生安慰人的用词吗？其实佛陀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做路是因啊，得路是果啊，所以呢必定的爱信因果啊。所以有此的人就是不肯相信，既不肯相信啊，他呢就为非作歹，那都会做到真多呢。迄、那个恶因，这种的人呢，就是无耻的人。也那是智慧啦，绝对是知影因缘果报，所以为善者得福，这是最正确的道理观念哦。所以咱现在已经知咯，过去的错误、唔对的习气，我即马呢，拢一一啊，爱弃除，先得清净，赶紧修啊，修未来。所以未来啊，咱爱把咱的习气改正过来，咱所做的呢，面向都是正向。正面正向，所以时间啊，和咱修改一切呢，那自然啊，弃恶从善，安尼呢，都转祸为福啦。佛教的大藏经分成经、律、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其中律藏讲的就是防非止恶的道理，也正是佛陀为我们开示如何趋吉避凶的方法。佛陀所制定的每一条戒律，都是帮助持守这些戒律的人能够避开所有的凶险，招致无上的吉祥。有些人以为想要真正得到快乐的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真的是这样吗？不对啊，如果你影响到别人就不行了。哎，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要看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是不好的事情的话，那当然是不能做的啊。比如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不对，你就不能够说哎，我喜欢就可以妨害到别人了、啊，因为不能滥用自由啊。虽然我喜欢，但许多事真的不可以；又或者虽然我不习惯，但有许多事需要勉力去做。戒的精神即是如此，遮止了未来会导致恶果的身口意三业，而对于能够带来好因好缘好果报的行为举止，则需要努力为之。举例而言，2003年8月间在泸州大喜市发生的一场大火，起因是一对夫妻的严重口角，那一念嗔心酿成重灾，背负10多条人命的冤业，
要多少辈子才能偿还？如果当初他们能够谨守戒律，不要喝酒，同时和颜悦色的沟通，事情必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其实皆是如此，小至遵守交通规则，调和声色，大致断绝杀、盗、淫、妄、酒，持戒都能够保护我们免于灾厄，进而创造幸福的人生。乞丐呢，就是将咱的内心建立了清净的念，咱那些心念不清净啊，就容易惹来外面的形形色色、是是非非的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改哦，改定呢外面啊，而且呢是非烦恼会当不入心来，唔只是恶嘅无应该入咱的心。咱爱国在将善的呢发挥在人群中，所以咱若有改啦，咱才会要去预防，才袂去予恶念入心嘛。甚至咱还阁会当拿善念发挥，这就是改的功力。上人为慈济人开辟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期许人人都能做主动付出的人间菩萨，那么菩萨所应遵守的戒律是什么呢？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那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友情戒，统称为三聚净戒。所以过去师父跟大家人讲三好，三好就是口好爱定爱讲好话。好，那身躯爱做好事，心爱发好愿，其实呢，这是佛陀教咱的三智境界。三智境界呢，第一啊，就是涅律二界，律律就是戒戒律。咱来修好咱的规矩啊，咱来修心口意三业啊，所以呢，这。戒爱修好好，佛陀和咱在家弟子五戒，师父和主持人十戒，所以呢，五戒也好，十戒也好，咱爱修好也好吼。所以呢，在咱的心口意三业，咱呢爱好好戒。那仪就是律仪。好，就是咱的行仪啦，咱的行动吼，啊，咱的规矩吼，咱的形象，这拢爱顾好好。那再来呢，就是立善法界，善就是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正就是啊，爱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做好代志。那唔只是干那为咱家己的社会，为咱家己的家庭呢？定唔止哦，咱爱个饶益友情界，饶益友情界就是讲，咱立足伫台湾，咱来宏观呐，天下众生，天下众生有苦难，咱爱有迄种生命共同体那一种的心态，咱爱疼惜天下众生。这就是佛陀给我们教的，师父是用很简单的话跟大家人说，嘴要说好话，心要立好愿，心要行好事，其实呢是三智境界，所以大家人要修好，这就是主持人应该要修持的。这三句戒听起来艰涩，其实只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再加上饶益友情，以一位发愿救度众生的菩萨来说，这些其实都是本分事。诸恶莫作与自尽其意，能够让我们避免造恶业结恶缘，
众善奉行，饶益有情，则能让我们广结善缘，累积深厚的福慧资粮。如此一来，恶的苦果都避开了，善的因缘都集聚了，趋吉避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达成，人生岂有不幸福的道理。写着车库的这个骑楼原本是一家海产店，从日据时代就由陈天丁的父亲在经营，他退伍之后就顺理成章地接手，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歇业。但是当他加入慈济，转变的契机就来临了。有一次在急诊室担任医院志工，为一位发生意外的年轻人清洗断掉的手掌，这个经历深深震撼了他。那个手腕白苍苍，白苍苍的中间，我摸到那个手腕时，我体会感觉，这个手腕很像鸡的脚，和那个鸡的那个感觉很像的，我体会感觉到，我那组那阵，我说，那我到了，一定要吃全素，不要再锅边菜了，组那阵我体会到，感觉人和这个精神也是同样的那些东西，这样我体会到我对，跟我们同事说，里面冰箱如果有那些精神算猪肉啦，或猪脚啦，还是鸡的，这样都不要冰了，我都一直在吃全素。看看屏东的陈其实陈天丁啊，他这样看到了，突然间他想到了，这个猪脚有差多少啊，所以呢就这么的立根就开始呢转了。转什么？他本来呢是在那这个溪地养殖海产嘛，是吧，开就是海产嘛，所以呢他马上就把它结束起来。你看这么的快速啊，尤其常常他都是来自工嘛，所以他也知道槟榔的结果，口腔癌等等啊，对肺部啦、等等都是不好的，所以难免他也会对他的朋友说啊，卖假槟榔啦，但是朋友呢一句话，你出熬啦，剩下你家这钱呀，槟榔啦，我那无吃呢，你要卖啥啦？这么一句话，伊讲开玩笑，你种槟榔。我无食，无你要怎上食？安尼啦，你的槟榔吼，本钱你也凑起来吼，我一定要改安尼啦。我安尼你，我还没打赌，安尼讲好啊，看你安怎打赌啊。我你我来槟榔钱啊凑起来了后，你吼你来改槟榔，你若无改槟榔吼，我咪天你的喙齿，我咪天也改夹无起来安尼啦。伊就讲好啊，一个讲的加一句话讲的啊。我经过无偌久，无几工啦。了，我叫怪手来总背掉，安尼。五分外地的青鸭掌拢总改撸撸掉，这都是财源哦。他把这样的财源都把它撸掉去呢，哇！正把行，他这个朋友听到了，真的很吃惊啊！吼、哦，你既然做会到呢，我做袂到嘛袂用诶，所以呢就借了啦。我感觉唔得讲吼，人嘛是爱成就人吼，嘛是对人好的话吼来讲，爱伊的坏习惯嘛爱叫应该改的爱改了后，真正我来听上人的话，听后做这上人好地主，煞来个嘛甲朋友讲，讲了后，伊真正讲吼，安尼人有嘛改掉，我感觉我心里想讲，遐钱啊甲冻掉安尼吼，我感觉嘛改欢喜，改有一个代价。我们总是呢，好事要从自己做起，那对的事情自己呢开始做，那自己呢方向对了，你就可以带了许多的人是对的哈。那这一条道路啦，假如呢人人走对路呢，我相信呢这个道路应该呢就是会人。不会偏啦，那就会风调雨顺啦。
这就是三聚境界的第一条，摄律一戒基本的精神。诸恶莫作，不仅身三、口四、意三的十业要谨守分际，行住坐卧的禁止威仪也要留意，因为这是雕塑菩萨身心的第一步。其实实际人呢、都无离开这个六律仪戒，都是家己呢律纪哈，家己爱有自己的规律嘛。所以呢，人人守规矩，实际有十戒嘛。十戒呢，就是咱的规矩。十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这十戒来的呢，也是衣食住行。那我们穿啊，穿的端端庄庄的啊，我们的规矩，我们的这个礼仪，哈、仪态啦，等等，家己爱顾会好哈、所以在衣，然后家，哈、行嘛是赶快呐。哎，你看，但是穿到蓝天白云的外口，绝对唔敢去。大饭店哈，唔敢去食醋的所在，或者是呢，去食海产，或者是呢，去路边哈，食吃一类迄个，我想唔敢哈去，应该呢，就是会很有规矩哈。那就因为呢，我是慈济人，因为我是在蓝天白云，我呢在某一个地方呢，安尼出错啦，那人家会看在眼里哈。所以呢，那穿着咱的自己的制服，连开车伊都会真顺啦吼，也唔敢超速吼，也唔敢违规吼，那等等，这都是在咱的行吼行动中啦吼，这六律仪戒吼，仪吼仪就是威仪吼，啊律就是戒律，咱呢就是平常时咱的心呢爱很。摄受这个戒律跟威仪，好，这个礼仪的，我们人人能这样子呢？哪一个人不尊敬呢？人人一定会尊敬的，哈。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慈济大爱幼儿园。许多孩子正值戒奶的年纪，如何引导他们断除使用奶瓶的习惯，更进一步发出善心，做善行呢？老师们想了一个好方法。不要喝奶瓶了，喝奶瓶了，喝奶。效法缅甸米铺满的做法，小朋友把奶瓶用来装捐出的米，累积义卖后所得就作为喜肾中心基金以及慈济教育园区的筹建经费。我的妈妈，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是四五六岁嘛，是时候要戒奶了嘛，所以就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把自己不要的奶瓶也拿来资源回收，拿来可以再利用也是做好事啊。其中有一位小妹妹五岁啦，她就是已经经过了一礼拜啦，心哦还阁足想的，想讲哦还是吃牛奶罐那较好啦。一礼拜后啊，就甲因爸爸讲，我觉得杯子。我很困，要喝很快，我要用回奶瓶。全世界有多人看到了，连师太都看到了，师太将也都没有看到。你一礼拜过啊呢？迄新闻世界的人拢看到，师太上人呐、
也都看到了。伊甲因老爸讲，师太那么远看不到，好、哦，爸爸呢就好啊，注意牛铃关啊呢，去洗洗的，那就该倒倒拎落去啦。甲放伫伊个面头前桌顶哩，这个囡仔呢，目睭看迄款豆奶，真久哦，想想呢，不动弹，就安尼讲。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看不到，然后我没有用奶瓶了，我用杯了。然后你奶瓶来做吗？做米铺满。阿尼，牛铃罐啊的豆奶无吃，回到回来啦。妹妹就向着妹妹讲：“妹妹啊，你奶瓶盖不掉吼、哦，你就袂用得到。”教育中心来读书咯，那妹妹一头雾水啊。如果他讲不出来的话，弟弟妹妹不能去教育中心去读书。妹妹，你还要用奶瓶吗？不要。你要捡出来做米铺满啊？要。阿奶奶。这简单啊，五岁改三岁哈、哦，所以啊，三岁呀、啊，小妹妹嘛是安尼都改掉了。这幼稚园啊，有四个，那其中有三十个囡仔呢，就是断不了奶瓶呐、啊，所以用这种的方法啊。一个一个滴滴改呀，哇，安尼呢，真紧呐！一礼拜的内底呢，已经呢74罐的米，每一个小孩就是每天的一把米哈，安尼呢来汇集起来啦，这个米都会当预备啊，都会当救人。除了可以做善事，知影讲救人是善事，也无好的习气呢，就用安尼的方法改改掉。所以，好囡仔嘛会安尼，心情歹改，五岁比三岁较歹改啊。三岁姐姐安尼带一下，好、哦、啊。无要用迄、那个奶瓶啦、啊，五岁改一礼拜哦，也阁会想啊。所以愈大汉啦、啊，咱伫世间的时间愈长，习气呢是愈深啦，愈济岁呢要改啊是愈困难啦、啊。不过菩萨的心。本来就是动诸心嘛，切诸心嘛，也个是用明心、狮子心啊，啊，骆驼的心嘛。所以呢，有切诸的心，狮子的用明啊，骆驼的耐力，真呢，这是人人拢做得到，只是要做唔做而已啦。小小的年纪能够为了行善忍住自己想要用奶瓶的欲望，这样的精神就是三聚境界的第二条，摄善法界，所有的善事即使不习惯也要勉力去做。第二呢，就是立善法界，就是所有的善法啦，我们呢都要把它凝聚在一起。所以立善法界的意思就是讲众善奉行，所以吼、哦、以行善令众生，咱若是生一点的善心呢，我们要赶快呢，家己要赶紧呢，把这个心
发得好，因为呢，咱已经生出来这念虔诚的心呢，是愈来愈来呢，愈深，哈，应该愈深。树啊，树根呐，往下扎根的深呐，那树尾一定是更茂盛嘛，吼。所以呢，应该是会往下深呐，往上是茂盛的。这个在显根，这个在显念，哈。所以呢，那一生善呐，爱宁静掉。啊，那未生善呢，爱宁缩生。有的人呢，还没有发心，我们就要以身作则呢，不断的跟他提，要那一心恶呢，领受端，哦，不对，我产生了这一念心是不对的，马上断持，好，要那未心恶吼，绝对唔贪心，所以讲善甲恶啦，这是一种习惯，我们现在开始好好保护我们的习惯。唔通做恶嘅代志，咱爱国在呢，爱做善事，唔只是咱家己做，咱嘛要来去招别人斗阵来做，这呢叫做立善法界。咱来用善法甲大家人分享，互人人呢也会当听会入，也啊会当甲咱同齐来去做，这立善法界。2010年，叙利亚境内爆发政治冲突，2011年3月恶化成内战，大批难民涌向约旦，财力不丰的约旦王国为了收容难民而捉襟见肘，急需各国的援助。陈秋华身为约旦亲王的侍卫长，更是资深的慈济委员，就将全球慈济人的关怀带到当地。约旦的慈济人啊，从十几月内好开始呢，去为穷人以难民以难，那就是发放动力，同时呢，也为这个难民呐 啊发放安顿他们的生活。我们台湾呐、啊。慈济人呐、啊，有募集哈、哦、冬衣，在我们全台湾北中南呐、啊、都有募哦。那有的人呐、啊、很慈悲呀、啊，很好的资料的冬衣啦、啊，都捐出来，啊，装了7个货柜，然后还有一个毛毯，那就是已经呢。从海路呢到达了一带，虽然感恩我们台湾的爱心人这样的付出啊，可是呢，真正的要接近难民呢，不是那么简单。好在呢，我们在台湾这样的用很虔诚的爱。在整理这一些东西、哦、都是可以看到了大爱台的拍摄，或者是我们真善美的拍摄记录过程、哦、这样的影片、啊、在大爱台播放，加上呢我们台北新店慈院嘛，哈，我们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主任呐、啊，那带动呐、啊，把以往还有护士同样捐衣物，同样在那里整理，还要呢经过呢很细心的哈、哦、展开来，那有隆重。记住无，你话有垃圾无啊？有垃圾无？有破无？那都要经过很仔细的检查过、哦。那你话垃圾呢？都要赶紧垃圾粒啊，通通换过一整组的纽扣、哦，还要呢
大大小小的都要分，尤其是要送给回教徒的花花绿绿的不能给哦，我们都要呢用很朴素，而且呢这是逃难的，我们要给的呢资料都很不错的，所以啊分男女的衣物，还要大小的分类，还要哦等等啊，欢迎这里叫细心哦，我们的大衣网们啊那样的细心啊，那好书呢那样的词与柔啊哈、哦，那这么的整理哈、哦，很自然的就被拍摄起来，放在我们大爱台。一旦的慈济人呐、啊，就把这样的画面给了回教的一位哈、哦、啊，在耶诞里的企业家，很大的企业家，他也有一个慈善机构，他本来是高高在上哈、哦，后来呢，他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呐、啊，好感动哦。他认为说，来自台湾呐、啊，这一大群的哈、哦，他感觉到不可思议，怎么人人呢都那样的慈祥，那样的用心、用爱呢？哦，因足感动的，经过了咱耶诞的慈济人一一的介绍啦，就这样很顺利的哈、哦，欢迎。从海运的啊，七个货柜呢，已经啊都领取完毕了，开始呢把这一些，这冬天呢、啊、他们很冷啊，而且呢就是窝处好多啊哈，都是在帐篷里面呐、啊，他的沙漠中呢，真的实在是苦不堪，慈济人呐、啊。能这样的温馨呢，把这样的爱呢送过去。所以呢，我们就规划花晃的6000幅，还有我们台湾师兄师姐呢收集的二手衣，6个货柜二手衣，还有我们环保毛毯6300条一个货柜，所以都非常圆满。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中长期，经过2月份、3月份的推出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向，锁定呢这个直接重点。啊，那最重要的呢是陪伴他们那一份心，因为他们充满着仇恨，所以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很多很不幸的事情。其实蛮残忍的，蛮残忍，因为。我们在医院关怀呢，那些妇女就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他们政府军下令，就是说到那个村庄要抢，要做什么坏事都是你们的，你们自由去做。所以呢就很多花生把男众绑起来，然后在他面前凌虐他的妻子女儿，再把男众烧死，这样或是活埋。很多根本不敢想象的，就是同族人在互相残杀。所以我有一天我到我们合作组织去感恩他的时候，他就跟我，刚好一个老菩萨哭啊，哭得很惨。然后组织的负责人说，他昨天晚上才逃出来，他4个小孩都被杀了，还有一个小孩呢，这个政府军在他面前把头砍下来给他看。所以那个妇女哭得很凄凉，结果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本来是住在葛兰高地，我们的敌人以色列人都没有杀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人要杀我的小孩呢？在3月21日那一天，我的学生给我看那个影带，就是叙利亚的军人哈、哦，就是在吼的对两个奴隶，就是被扶住的，然后一直吼着要他们讲说这个总统是真主。那我个人来讲说，难道这个
这个是违反回教的一个教规啊。然后结果啪就拿个电击就把他们脖子给切进去，对，所以真的那时候是蛮震撼的，是因为我们是活教徒，已经学到就是那份悲心，而且很不舍，真的很不舍。所以呢，就是那天晚上也没办法睡觉，就是在想，就是那呢，就是结果第二天呢，跟我们的本地的师姐在分享，她说我们那天到医院，那个妇女也讲啊，他们就刚才我提到的，他们把男众绑起来，在他面前泥泞他娶你的问题。那我就想说，他们同样是叙利亚人，为什么有这种？所以就很感恩，就是说我能皈依三宝，皈依上人，能够在我的人生道路找到了活法，能走进此际的菩萨道上，能为众生辅助。叙利亚原来是一个丰饶富庶的国度，居民大都自尊很高，有着很好的教育与经济背景。然而战争迫使他们逃离家园，栖身在拥挤困顿的难民营中，过着窘迫的生活。许多人因为环境不好而罹患重病，离开难民营的人又因为不能找工作而面临短炊。有时候站在他们的家人看他们哭哭啼啼的，就是像那一天我们去皇室感恩父的时候呢，那个先生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从难民营就是付钱出来了，我小孩在难民营的时候呢都生病，脸都肿得很大，所以我一定要保护他们，把他们带出来。那带出来呢，我到了很多回教的慈善组织去跟他们申请要物资，他说我排了一天又一天，结果呢他们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但是我也了解，因为约旦的这个很多慈善组织啊都是已经有无力感，然后他说只有你们走到我家给我这一份礼物，他就在当场的在他的家人面前掉脸，他说为了要保护小孩。所以我感觉到很深的时候，这就父母心嘛，他们为了小孩，所以我就当时就请师姐呢就给他一笔钱，因为至少可以个帮忙。那我也问他，我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他说去工作就被警察抓到，就送回难民营去，那我的小孩又要在那边受罪，所以呢我就有时候就挨家挨户的去讨食物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因缘，我们希望能够，也不希望，因为很多难民呢家庭就是为了要生存，就是把自尊放下，甚至把妻女呢去出卖身体，这个是蛮遗憾的。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我们跟慈济有缘，我们能保护他，让他们平平安安的过去。就有时候想到那些众生的苦哦，真的也很不舍，就是你不晓得怎么办，你只是刚刚就是把应该说陪着他们哭吧，就这样。目前慈济规划中长期的援助，让叙利亚难民能够以工代赈，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冬天也发放瓦斯，提供难民得以取暖，而最重要的心灵陪伴，就以慈济歌曲来抚慰他们受创的心灵。那陪伴方面呢，物资品是一回事，心灵的陪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会现在采取呢，我们把我们慈济的歌曲换成阿文还有英文，然后我们就放的音乐啊，让他们一个人一张，让他们自己去看，所以他们看的呢一边看一边掉泪。愿持善念。
2013年3月，陈秋华回到台湾来，一方面向上人报告现况与规划，另一方面也感恩所有慈济人的支持。因为当时我们的天气转凉，然后又下雪，我们那里需要很多衣服。当时打开箱子的时候，纪委很感动，我掉泪，我感恩上帝，感恩师兄姐，你们那么用心，每一件衣服折得好好的，品质那么好。那时候我说菩萨，我们师兄姐的用心，所以我今天就是说能够第一站就来这边来跟师兄师姐你们顶礼受感恩。首先呢，要感恩大感恩科技呢，这一次有运了一个货柜6300条的毛毯到我们那边去。当时毛毯打开的时候呢，那个整齐，那个压缩。有一天我们发放完之后，在马路上两位年轻人把我们拦下来，他说我妈妈要感恩你们，为你们祈祷，为你们祈祷。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毯子好棒，好温暖哦。意外的布毯更是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我感到就是自己真的很有福报。所以那一天在飞机上下飞机的时候，就看到绿绿的一片，我激动到掉泪，就是说感恩菩萨，我出生在台湾，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咱爱立心愿，咱爱有观世音菩萨大慈悲心，亲像一个祖庙同款，甲世界啦，唔是干那台湾的社会哦，还甲世界人呢，全球的人拢当作是咱的囝。闻声救苦，念观世音菩萨的人，不是台湾人尔呢。全世界的人吼，只要伊是佛教徒，有甚物款的急难，伊拢嘛咧叫观世音菩萨啦。所以呢，咱爱甲观世音菩萨同款，是世界的祖庙哦，吼那种的，把世界的人当作是咱的囝，咱希望咱的囝会成就。咱的囝呐，有甚物款的大风小事，咱会真艰苦，这就是慈悲心。那咱还佫有地藏菩萨呢，的大愿。地藏菩萨的大愿呢，得个微空舍不生佛。所以苦难的众生，咱来走头前去佮救。那救到最后呢？在众生平平安安，咱才会放心。亲像九二一，你看咱安尼，走伫上头前，做到上后壁，那50所的工程拢完成，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所以呢，这叫做饶益有情界，唔只是对台湾安尼，全球咱拢安尼同款，就是亲像佛甲菩萨。不是只顾我们自己而已，我们要顾全球，那一切的众生跟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大家人要有这种的心。有时候我们一个跑动线，光跑动线就要12个小时，那跑完的时候我觉得心安，因为我做要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感到难过，我从来没有感到退转，反而在做的时候学习到更多，更感恩，感恩自己是最有福报的，能够去付出，能够跟众生结好缘。
所以菩萨所缘，缘故众生嘛，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显像给我们看，那我们怎么来把握自己这个已经人生已得了，今已得佛法也今已闻，名师由我们上人，所以呢就是在真的很感恩，跟他有太多的感恩，太多的感恩。去布施呢，去付出啊，不管是义诊啊，或者是呢救灾啊等等呢，这拢是饶益众生改。所谓改就是讲，你一定爱去做，你若无做就是烦，哈、哦。所以呢，三项拢叫做改，哈、哦。那三项咱拢爱练修，拢我们都要一起，哈、哦，一定要做的。所以呢，这叫做三智改，三项呢爱积极，外来呢爱同时平行，安尼听有哈、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这是不是师父常常在讲？只是无改这个三智戒这个名称，因为三智戒大家人听无吗？但是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在推动在做。人家跟你们谈佛法呢，你就可以说啊，这我嘛做过啊，嘿，我嘛是在做啊。所以呢，这种的佛陀的戒律啦，用一个规道给咱行，咱无脱离规道。您应该要真庆幸啦，所以呢，这不都是呢在《大藏经》里面吗？